为强化全民国防共识，提升国军优质形象，陆军司令部日前与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举办国防之星之旅金汤营区开放活动，由陆军司令王上将主持。活动涌入70,000多位民众，近距离争睹陆军官兵精湛的陆空实战操演，见证国军坚实战力。在动态操演部分，既有直升机编队飞行、步训部体干班战技演练、特指部战技操演、航赫部神龙小组高空跳伞、地空整体作战演练等10项操演，模拟实战临场感相当震撼。另外，在静态装备成展方面，除包含国军各型装备 AH-641 攻击直升机等20项主战装备外，增加活动之多元性与精彩程度，让国人体验一场丰富多元的国防飨宴，同时展现国军建军备战的成果，凝聚全民国防共识，提升全民防。